中秋节吧，都突然间通工业区外海建筑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。不过，列只位所离俄罗斯长2.4公里，突然拆铁环保团体动手，如今就7000年历史俄罗斯，会因为中秋的开发变作生态浩劫。本地阿达伯最老澳洲大堡礁必将的俄罗斯是摩特气。中秋表示，贯通重组立下摩台铁方案，环保局很多个顺利环评论。为了为遵照建议的结果来处理。大谈早教，不要说再见。环保团体人士台上喊口号，外民众来冲刺台潭俄罗斯独岛危机。现在中油公司揭发外地台潭沿海来设天然气接收站。环保团体讲，几千年前就开始形成的俄罗斯，恐怕会面临生态的大劫势。某个意义上来说，它其实就是台湾的大堡礁，因为这个地方太多的生物。太多很特殊的生物群，我们是认为国家应该要懂得要保护这样的很重要的动物的栖地。不过在铁保险早期发展协会理事长廖锦珍讲，天然气接收站同炼油厂来比，负担又较少，地方会考虑到经济发展，不会反对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天然气接收器的话，它只有接收到港口，没有像石化业的污染那么严重。一般来讲，相对是安全的、干净的，因为台湾你要废核，那你必须要找到其他更干净的能源方式。那燃烧天然气是相对是比较干净的。环保团体强调，中油外塞天然气接收站因为反评黑石板引擎的报告实在完全不对。俄罗斯经过几千年黑天然的环保体，地都还发现新的物种黑东部龟的生态系。不过，总有沙工提三处天然气接收站，桃园管通是唯一的所在。总有非洲反平湾的建议，传统俄罗斯问题不中。下个新闻乱谈，桃园报道。